热烈欢迎来自亚得利亚海岸的亲密战友。毛泽东主席在9月28日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务部长卡德里哈兹比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代表团及其他阿尔巴尼亚贵宾。毛泽东主席和阿尔巴尼亚同志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在国庆前夕接见了外国朋友，他们是巴基斯坦商业部长乌拉姆·法鲁克率领的巴基斯坦友好代表团等贵宾，马里发展部部长库亚特和他的夫人。罗马尼亚外交部副部长米辛七斯库和夫人等贵宾。安德烈·翁贝萨率领的布拉柴维尔刚果全国革命运动青年组织代表团等贵宾。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台长陈林率领的越南广播代表团。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鲁尔·萨勒，副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威路约·普斯波尤多率领的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团等贵宾。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但是中国政府却从未放弃过与友好邻邦的沟通与交流。10月2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日本和平委员会会长、日本国际法律家联络协会副会长平野义太郎和夫人等260多位日本客人，他们是前来我国参观访问和参加国庆观礼的。日本朋友向周总理赠送礼品。10月2日，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里举行着一个热情洋溢的联欢晚会，这里有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的各国工会代表团，有来自香港、澳门的同胞，有来自工农业生产各个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人们欢乐的歌唱，尽情的跳舞，晚会充满着团结友好的气氛。9月28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夫人到达北京，他们是应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庆祝典礼，并进行国事访问的。两国人民是亲密的战友，首都数十万人热情欢呼中柬两国友谊的新发展。毛泽东主席接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十月九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在北京首次演出，艺术家们演唱中国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友谊歌颂了阿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结束后，全场高呼"万岁毛主席，万岁霍查"。